长遍呢沙壮士香港好，原影呢沙壮士怀抱冷傲，一代烟叫千秋之我凝望，白首壮士西问谁领风骚，非不大莫遭，不畏惧冷风前道，一万千里寒流傲，柔情藏心内，愿玉寄春秋，大地留着我的记号。好身手，你也是。我是扎铁拉族的扎木合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部族的？我是启炎族的铁木真。原来你就是铁木真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坚强抵抗太乙赤族的英雄事迹，在这几天已经传遍整个大漠了。哎，扎木合兄，别开玩笑，一个战败的人，怎么能算是英雄？哎，你一个人抵挡整个部族，还可以安全地打出来，不是英雄那是什么？如果刚才要不是有你救我，我早就被人家一箭射死。我这样也算是英雄？那扎木合兄，你是英雄中的英雄。你这个人真是风趣，我没救错你。既然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，我有个提议，我们结尾安打，你嫌不嫌弃？你说中了我的心事。这个箭头是我送给你的，作为我们结尾安达的信物。谢谢。这只箭鱼，但愿它做你的护身符，永远永远保护你。谢谢，谢谢铁木真安达。扎木合安达。安达，你好像有心事啊。铁木真，安达的部落很兴盛，一方面为你们高兴，另一方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能力复兴自己的家业。铁木真，安达，以你的武艺才干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对，我不应该指挥谢幕，这样只会令我自己的雄心消沉。我应该激愤人心，才可以成大业。我铁木真一定会发奋战斗，光复我们气炎族。你这样才对吗？安达，我打算明天就启程去找我的家人。呵呵，我还想留你多住几天呢。好，总有机会的。那好吧，我也不勉强你，明天一早我送你回去。谢谢。安达，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我娘和我的亲人了。好。偷东西，
吃东西啊！又是吃这些东西。哈塞尔他已经出去找吃的了，走运的话，我们就会有肉吃了。了不起，捉两只野兔或者山鹰，这附近一带有什么好捉的？其实啊，我们早就应该离开这地方了。但是铁木真大哥还没有回来，那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太乙赤的人说明一定要抓到他的吗？哼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呢。铁木真大哥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的。哦，那如果他不回来我怎么办啊？难道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死等啊？铁木真大哥不会死的，你不应该这样咒他的。你，哎，欧姐，你们大家仗着人多，我无论说什么都不对。算了啊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多等几天再说吧。奥姐，铁木真大哥回来了。啊，铁木真大哥，长生天保佑我们一家人全都平安无事。哈萨文，铁木真大哥，铁木真大哥，铁木真大哥，铁木伦，莫利克叔叔，铁木真，铁木真大哥，姑太，四处无真。铁木真，欧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铁木真，你平安回来，我们大家都放心了。塔乌台的人没有难为你吧？没有。欧姐，他叫扎姆河，我这次能够平安回来，全靠他，而且我们两个已经结为安达。扎姆河向乌珍请安。这位是我另外一位母亲，素处乌珍。沙布鲁，素处乌珍。嗯，你对我们有恩，现在又是铁木真的安达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分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。好，安达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会相见。嗯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呢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发誓不管多艰难，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你。我走了，保重安达。嗯，欧姐，你找我。你过来，拿起来。这把匕首是你汉父的遗物，当年你汉父带着他打过不少仗，统帅着我们族人。可是他死了之后，我们一无所有。熬了很久，现在总算过点好日子。铁木真，你是长子，你要去召集那些失散的族人，你一定要重登汉位，继承你的汉父的大业。傲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汉父报仇。除了统领我们失散的族人之外，我还要令我们启炎族成为草原上最强的。娥姐，娥姐，娥姐。那小羊出事了，是吗？我们又多了一只羊了。铁木哥，你去把九只牛、九只羊分开，关在第二个栏里，记住要挑肥的，要大的。为什么，娥姐？去吧。哦。娥姐，为什么要把牛群和羊群分开？
我要留给你做聘礼嘛，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很应该去翁吉拉族提亲了。这么快？我儿姐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要她等你多久呢？你们两个从小就定了亲，你应该去娶她了。早点成亲，早生几个男孩，那就有人帮你打仗了。阿姐。 就这么决定了，大哥。嘿，二姐说啊，过两天呢，叫我跟你一块去提亲呢。嗯，哎，你可好了？娶老婆了？哎，那个博尔铁是不是很美啊？我哪知道，这么多年没见了。 怎么了？垂头丧气的？翁吉拉族的人，全都很有钱呢。我们这么穷，根本配不上人家。哈，原来你怕德学禅他们嫌我们穷啊？也许人家不会呢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也许博尔铁已经嫁给别人了，说不定已经做人家娘了。嘿，哎，这些都是你的幻想。也许人家还在等你呢。 他们真，萨巴鲁岳母，两位请坐。坐，请两位喝苏茶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好香啊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香的茶了。 你们两位是上宾，我们当然用最好的茶来款待你们了。<笑>岳父，铁木真这次只带了很少的礼物来，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。哎，其实何必这么客气呢？牲口粮食我们这多得很呢，您留着你们自己用好了。铁木真。 我们很久没见你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你父亲也速该大汗还活着的话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<笑>铁木真将来就是蒙古的勇士、草原的主人，那当然是高大勇猛了。<笑>怎么不见博尔铁呢？大哥，还是睡觉吧，人家都说我们迟早会见到博尔铁的嘛。你有没有看见，今天帐篷外边有个女人抱着个小孩子，你说那个女人会不会是博尔铁呢？哎，他有没有说他自己是博尔铁啊？你不要乱猜了啊。那他为什么不肯让博尔铁来见我呢？你也知道，以前汉服带我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他们对我们很热情的。 人家都说怕我们累了，乐就当然没那么热情了。睡吧。
不是，我看岳父好像在敷衍我们似的。如果他是没心撮合这头亲事，我们留下来也没用。哈三儿，我想早点回去。我们留在这儿，好像求人家施舍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哈三儿，哈三儿，我没见过你啊，你不像我们族的人。我是启炎族的铁木真。你就是铁木真？铁木真，昨天没好好的招待你，今天无论如何要好好的喝一杯呀。岳父，你很热情的招待我跟哈萨尔，我很感激你，但是铁木真，萨布鲁，岳母，萨布鲁，铁木真，你过来看看这个是谁。过去。这个就是博尔铁呀。博尔铁，他就是博尔铁。你不认识他了？博尔铁，他就是铁木真啊。爸爸没有选错人吧？你看，像个大魔勇士。我等你们两个人的婚事等了很久了，现在总算完成我的心愿了。岳父，你真的肯把博尔铁嫁给我？你们两个小时候就定了亲了，怎么想反悔啊？啊，谢谢你。慢着，你要娶我也行，除非你能打赢我。你打不打随便你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博尔铁，大哥，怎么办呢？博尔铁，爸爸。你刚才干嘛？你那样跟铁木真说话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嫁给他？不是啊。不是？那你又要跟他比武？我是想嫁一个有勇气有胆色的男人。如果铁木真要娶我的话，就一定要先过我这一关。你们就快要做夫妻了，不要打了，就这样嫁给他好不好啊？不行。除非他能打赢我。你就是叫爸爸难做了。爸爸，你不要管我，如果他连我都打不赢的话，他将来怎么保护我？这倒是。不过不要不过了，我自己有打算的，你先出去吧。去啊，出去吧。没事的，出去吧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很明白，你又不想跟我女儿打，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是不是？岳母，你教我。我女儿其实是没学过什么武功的，她只会跳舞。那这一本书就是七星剑舞，这书里面七七四十九招，但是要怎么化解呢？就看你聪明不聪明了。我很希望你成为我一个好女婿的。岳母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些就是契丹文。契丹文？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语言，有他的文字。那，好像这本书吧，
就是汉族的文字。这就是汉族的文字啊。是，这本书是我们族人几年前在桃花石辗转带回来给我的。桃花石，那是汉人住的地方。是，在南方，是大宋的天下。那我们大漠呢？我们大漠只有西落四散的部落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王国，也没有自己的文字。最强大就是乃蛮。如果我们蒙古有自己统一的汉国，又有自己的文字，那就靠你了。比武开始，点到即止。好了，现在输给他了，你就嫁给他了，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哎，郭二铁，还不去追？郭二铁，啊！郭二铁，郭二铁，我恨死你了！我做错什么了？这么多年，怎么你一直都不来娶我？是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来娶你的，但是这几年我一直被太乙赤族追杀了，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原来你……幸亏长生天保佑，我现在还可以站在你面前。铁木真，自从汉服死了之后，我和我的家人一直是到处流浪，过的日子非常的艰苦，我怎么可以连累你呢？铁木真，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嫌弃你的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受苦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我妻子受苦，我要她舒舒服服的过日子。二姐，博尔铁，从明天起，你就是铁木真的妻子，二姐不能常常在身旁照顾你。把你最好的品德带去你夫家，把你不好的品性留在娘家，知道吗？嗯，那这件貂皮战袍是呼图拉汗的妃子赐给你爸爸的，你要把它送给月伦乌珍。我们蒙古人的习俗，新娶回来的媳妇一定要把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做见面礼的。二姐，你以后要做一个好妻子。你爸爸说过，铁木真将来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，你一定要帮他。张和安达，铁木真安达。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哈哈，
今天是我郝安达成亲的大好日子，我怎么可以不来啊？铁木真迎亲大队怎么可以少了扎木合呢？我一接到你岳父通知啊，就马上赶来了。安达，啊，我好开心呢、啊，参加我的婚礼，一块分享我的快乐。这个当然了，来。布尔铁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裴晨，是你跟我女儿裴家到那一边，你好好的服侍我的女儿和铁木真，我女儿全靠你了。你放心吧，主人，我知道怎么做的。喂，啊，铁木真他们来了，哦、来来，铁木真来了，撒不漏。岳父岳母，起来起来。博铁大嫂，请收下。好，请接受扎木合的祝福。我们出去吧。那边打点酒菜，我去找他去。铁木真的，这杯是我敬你的，我向你祝福。谢谢。铁木真的，你娶个这么美丽的妻子，真是令我好嫉妒。哎，张伯和安达，可能将来你娶的妻子比博尔铁更漂亮了。哎，我大胆说，在大漠之内绝对没有别的女孩子好像博尔铁夫人这么美丽。幸亏你是我安达，要不然的话我一定把她抢回去。撒不露。阿爸，我们走了。好女婿，你的环境我很清楚，所以我给我女儿很多嫁妆，希望能够帮助你重整家园。田木真，你一定要找到失散的族人，还有军队，这样才可以继承你汉父的大业。你可以去找克烈族的大汉别里，因为他跟你父亲是安达，看在这份上，希望他能帮助你。岳父，你放心吧，铁木真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启程吧。晚辈扎木合也要告辞了。铁木真安达，布尔铁夫人，希望我们很快又会见面。你是我丈夫的安达，我们当然欢迎你了。谢谢。娥姐，铁木真他们全回来了，还有新娘子呢。你很快就见到媳妇了。娥姐，娥姐，博尔铁，这位就是我娘，这位是素池无真。博尔铁拜见两位乌珍，起来起来。博尔铁，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，请乌珍放心，媳妇儿一定尽力而为，以后两位乌珍什么都可以不用管了。仆人拜见两位乌珍。这位是，他叫黑晨，是阿巴派来的仆人，是来服侍两位乌珍的。这些是礼物，请乌珍收下。好漂亮，素池无针，这件是送给你的。我也有啊。
漂亮，真漂亮。蒙利克叔叔，啊，这把刀是送给你的。我也有啊，好精致啊。黑臣，去把全部礼物都拿进来。是，知道。你们个个都有啊。啊，我们也有啊。快点出去拿吧。啊，快点。博尔铁啊，你一来到就令全家人都这么开心，希望以后呢我们整天都这么开心就好了。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，素赤。嗯，你去看看酒菜预备好了没有。我去啊。好吧，那替我小心保管啊。哦，素赤，吴真，吴真，让我来吧。啊，吴真呢？啊，还有什么要做的，随便吩咐好了。还要把这些马奶倒出来。不过不用了，你刚刚入门，有什么理由要你做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看你人这么好才说啊。这个家呢，吃饭的人就有十几个，做呢做来做去只有一个。我这样做啊，做了十几年了。吴尊，既然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这些事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算你做，我也不会闲着不帮你的忙的。这件貂皮你收回吧。欧姐，你不喜欢这件貂皮吗？不是，我另有打算，我要你送给另外一个人。送给人？欧姐，连你自己都舍不得穿，还要送给人？送给什么人？这个人拥有强大的兵力，财富更是无法计算，可是他生性贪婪，把这件貂皮送给他，说不定他会帮我们个大忙。你的意思是向我找克烈族的别离？不愧是我儿子铁木真。我岳父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我想重组部落，一定要得到别里的帮助。当年你汉父曾经帮助过别里登上汉位，如果他没有忘记的话，他一定会帮我们的忙的。这件貂皮你就拿去送给他吧。我姐，从这儿到克烈族起码都要……铁木真，大事为重，你去吧，有我跟吴真在这儿，你放心吧。为了复兴启炎族，你一定要去。那好吧，明天我就带了古台还有哈萨尔一块儿去。你还要记住，别理这个人反复无常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嗯，还有他的儿子桑坤，从小对你非常的仇视，你更加要小心提防了。我会记住的，博尔铁，我一办完这件事马上就回来。嗯。别理大汉的营地就在前面一里的地方，请几位跟我来吧。好。铁木真大哥，你看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闯进我这个地方干什么？
你们知不知道骚扰我打猎呀、啊？把人当野兽，这就叫打猎吗？他们是我的奴隶，是我的俘虏，根本就应该死。我打死他们，关你们几个什么事？哎，桑坤少爷，请你息怒。这位就是启炎族的铁木真，他是来拜见我们大汉的。原来你这是桑坤安达，我是铁木真。哼，你就是铁木真呐？你被那么多部落追杀，你没死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铁木真大哥，我们是专程来拜访你汉父的。我想你不会这么没礼貌对三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吧？你带他们去客栈吧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到处乱跑。是。我会派人通知你去见我汉父的。哼，驾驾。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他不见我们要说一声吗？哈塞尔，你这样走来走去是没用的，坐好了。哼，三天了，三天了，我等了三天了，只有你才这么忍的。快点快点。哎，你们这么急去哪儿？你不知道吗？大汉就在前面设全烟宴呢，我们赶着送马奶去呢，如果去迟了会杀我们的头啊。喂，我们走了。走走走走。哼，岂有此理，只顾着饮酒作乐不理我们。铁木真大哥，我们去找他。哎，哈塞尔。耶稣该长子铁木真带了哈萨尔古台拜见大汉。啊，你就是铁木真？是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回大汉，铁木真去年已经娶了妻子，妻子带了一件黑貂皮作为初见公公的礼物，但心腹已经去世，我娘吩咐我把黑貂皮送给大汉，请大汉你不要嫌弃。好，好一件貂皮，难得你们两母子还记得我。来，请三位赐座。汉父，今天是我们族人自己的饮宴，怎么可以由外人在座呢？哎，我当年跟耶稣该结为安达，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既然是自己人，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来，我们干一杯。来来来，干一杯。你们既然特地来看我，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呀？我们来了三天了，三坤没告诉你吗？是，哎，我的记性真不好啊！铁木真，你不要怪义父啊！啊，铁木真不会的。啊，那就好了。对了，这么多年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？托大汉鸿福，我们的日子勉强过得去，只可惜。所有的族人已经四处流浪，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己一家人。唉，耶稣该安达当年叱咤大漠，想不到他一死就连借力多年的基业都没有了。铁木真，你是长子，你一定要重建你父亲的基业。铁木真无权无势，恐怕一时之间
没办法召集族人。哎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一声号令，我可以帮你召集他们都回来。谢谢大汉。叫得这么见外，跟桑坤一样叫我汉夫就行了。汉夫，好，好。汉夫，我们克烈族还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处理，哪有时间管外族那么多事情？哎，不用怕，你看看，铁木真很关心我，就算没有时间也一样要帮助他。铁木真，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，我们明天有一个马术竞技比赛，你一定要参加的啊。嗯。不呆，你看，铁木真上马了。不愧是野兽该的长子，在大漠这一带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呀、啊！呀！三宽少爷，这是新鲜的马奶，请你喝点解解渴。喝你的头！我叫你出去！出去！铁木真，铁木真，你这次见到了别离了吗？嗯，哼，那个贪心鬼啊，起初看见我们就冷冰冰的，一见到那件貂皮啊，对我们不知道有多好。他还答应我，帮我们召集所有失散的族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克烈族跟我们启炎族就会结盟。嗯，这太好了，以后复兴部族的事就全靠你了。铁木真大哥，桑坤这个人又小气又骄傲，我怕将来他会对我们不利的。以后大家小心一点。铁木真，你来了之后，家里上上下下的事都要你操心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我没来之前，你娘一直这么辛苦，我现在是你的妻子，这些事情应该是我做的。谢谢你。前面就是铁木真的营地啊，冲过去！大家起来啊！冲！长烟飞沙壮士血，在狂号原野。壮士怀抱冷傲，一代烟硝，千秋知我名号。谈笑
做时势，问谁领风骚？飞不大莫遭。